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嚟玩火影啦！我谂谂下咧，不如试埋只辉夜俾大家睇下。嗱，话晒佢都系最后大佬，同埋佢同其他角色真系好唔同嘅。嗱，唔知有冇网友中意用呢个人啊？但系我就麻麻佢嘅啫，一般嘅啫，因为咧我唔系好中意呢个角色啊。不过点都好啊，今集就试咗去俾大家睇啦。嗱，咁开始之前咧，都想讲下咧，因为我哋咧Gameplay HK 咧个新网站 GitGet 就成立咗啦，仲有个活动搞喎，送Division 嘅标啊，顺便可以庆祝埋我哋150,000订阅啦。嗱，有兴趣咧就去我哋呢条 link 啦吓 ，GitGet 嘅 fan page 咧参加个游戏咧就有机会得到啦，仲有好多其他丰富奖品啊，有衫啊，有帽啊，同埋有我哋 Everything 嘅手制嘅保护贴。希望大家喜欢和踊跃参与，或者 share 给你的朋友，如果他喜欢 Division 的玩家。对六道名人阿辉耶就是这个卓罗的始祖，因为他偷食了神树的果实，其实感觉上就是像夏娃吃了苹果这个禁果一样。开波，他是浮下浮下的，你看看，喂哇，名人就是阿修罗的后世，看看招式先。正方形好屈机啊，应该有机会试下。咁啊，都是圆形上和下的连技。高天元空中连技，前拳黄泉比梁板，咁型呢个名。同样都是有投技啦，招式咁法都是一样的。最複雜就是呢啲咁嘅天之雨中啊、冰啊、沙啊、融啊呢啲。咦，80神空极有两下圆形噶。一系我一间试招再解释下啦。上下左右就系天之雨中。哇，这个系忍术两下圆形可以揿。两下圆形其实有乜分别咧？同一下圆形。喂，好，试下正方形俾大家睇啦。正方形抗金，几滑技呢招，真系360啊，打得中啊。呢个系圆形连技，连技都几华丽，系咁喷啲嘢出嚟。我试下喂，等先。嗱，连技，打唔晒，连唔晒，一阵有机会再连下。俾阿修罗揼咗嘢添，再不斩先生，我都要熟习下。哎呀，打唔中啊！空中浮下浮下，爆惨啊！阿辉嘢俾人打到瞓晒喺度，齐唔齐啊？齐啊！连技几有型，打到飞起。试下个奥义，喂，中啊，喂，钳走咗，中然求道玉，大家见唔见到啊？只 Pokemon 又走咗出嚟，哇，再不斩啲嘢，系咁打到我，冇防到佢。天之雨中冰，哎呀，咁劲啊喂！我又试紧招，再揿。まだ終わらん。哇，干晒。これで始末できる。哎，忍术就系冰封住，两只添啊，我冰封到。觉醒有咩特别啊？觉醒咗，觉醒咗，睇下先。招式名系一样，睇嚟咧就应该威力强咗啩，冇乜特别。好，好慢啊！招忍术。圆形，好，试下忍术先。
啲。哇！呢招劲喎，继续喺度玩下。嗱，我揿十字键咧就会转地方嘅，而家转咗喺呢个场景。呢个系连技，哇！呢连技好屈喎，你睇下。继续连下先，哇！冇人嚟到我身边啊！我再不走，好惨，好屈机啊！就咁狂揿圆形嘅啫，我而家冇嘢，唔需要坐，又唔需要桌廊嗰啲嘢嘅而家。哇哇！连我自己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啊，睇唔到啊，中咗敌人嘅招式。继续试下先。哇！好夸张啊，揿圆形啫，就咁圆形啫。呢个普通地方嘅圆形就系咁样啦，大家中意边个呢？嗱，普通地方圆形，同埋我先喺头先嗰个沙漠地区，好似沙漠地区劲啲喎。正方形，摸死佢先。哎呀，边度破咗？哎呀，喂，唔好中，挡挡，投技。下下打出场外喂，正方形，狂按正方形，避开你先。啊，嗰边，觉醒啊，嗰边。中唔中？哎呀，唔中。再试下奥义终结先，睇得唔得？奥义终结，索尼 ，yes， 大家又可以睇 Pokemon 啦。喂，唔系奥义终结咗嘅咩？你咁噶？有咩问题啊？先唔通佢觉醒可以仲有一滴血嘅吓？嗰滴血唔知喺边度嚟嘅？哇！林美仲要俾人咁样屈咗几嘢，我唔可以掂佢啦，完全，因为我要奥义终结咧，就要狂出奥义啦，狂出，哎，再出，哎得，真系奥义终结。さらばだ、アシュラの転生者よ。喂，大家有冇留意嗰个终结特写嗰个对白啊？我谂系真系对名人先系会有呢一个终结特写嘅。再见吧，阿修罗转身者们，因为名人系阿修罗转身啊嘛。嗱，后面嗰两只我唔试啦，因为之前试过噶啦，有兴趣睇翻之前嘅联手奥义试招。喂，我哋又嚟练习，今次系妈妈对妈妈，不过呢个辉爷高好多，你睇下。因为佢浮起咗，我试下飘下飘下俾大家睇，成鬼咁样咧飘下先，头发飞下飞下咁样，纸一样。好，普通圆形连技。对唔住啊，狗品。哇，重击，好夸张啊，扣好多血。空中连技。之后试下佢嗰个黄泉比良版前拳。其实是瞬间转移咯，你睇下。瞬间转移。瞬间转移，地下红色就是我去的地方，我可以控制的。即刻出嚟又得。嚟啊！即刻出嚟。去远啲又得。忍术。两下圆形，有一下圆形嘅喎，就一下圆形好睇啲。天马流星拳，你睇下几多？两下圆形太急速啦，扎下扎下咁样。坐翻啲桌落，再试一次。嗱，扎下扎下嘅两下圆形，一下好似好啲。
上年纪。打到好远，跟住试埋个下年纪就试完啦。喺呢一个版图，下年纪，好啊，转去冰山十字制左键，远影就系咁样啦。哇，老远，咁中间咪有空档咯？远影其实会唔会咧？忍术就系将人结冰。火圆形，圆形就在前面有很大的范围，大约180度左右，都挺屈的，你看看180度。忍术就都是围住自己360了，忍术这里就刚才试过超屈的龙卷风，沙漠龙卷风圆形的而已，我就是冇咁其他嘢噶，冇任何技术嘅抗金原型，所以用阿辉爷入呢度真系一流，加埋正方形仲唔乜，忍术就有向前嘅效果添。好啦，辉爷嘅招式就试晒，唔同地方、唔同嘅效果或者攻击范围，应该就试鬼晒啦，系咪啊？有冇人中意用佢噶？或者有冇人中意漫画里边嘅辉爷，觉得佢好惨啊？好啦，今集就去到呢度，咁之后仲有咩要试呢？我都唔知，大家有冇咩意见或者俾一俾我啊？留个言啦吓，同埋记住，咁去我哋个GitGet 嘅 fan page 玩游戏啦，咁去到4月1号嘅啫，咁有鍾意嘅记住吓俾个 like 啦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